我由细到大都好大压力啊。又唔似喎，嗰阵时你成日笑噶。我爹哋妈咪对我要求好高噶，咩都帮我 plan 好晒，读咩科啦，跳边只舞啦，总之佢哋讲咩我就要做咩。咁今次翻嚟香港，一定系同屋企人嗌交啦。嗯，我唔想俾佢哋再逼我。此地作风啦，汪国栋，唔公平！我咩都讲晒俾你听，但系你就一啲都唔同我讲。咁真系冇咩好讲嘛？你我身边唯一一个朋友咩都唔同我讲，一个啊，讲一个秘密俾我听。好，就一个啊。不过有条件噶喎。听完之后你要好好振作。好，应承你。嗯，其实呢，我人生有一个好大遗憾，那个就是我细路，他叫 Ben， 由细到大同我好 friend 嘅，成日一起玩。个细仔呢好鬼聪明，读书又叻，是体育差啲啫。几年前 London 有个恐袭，我就亲眼睇住佢行入间餐厅度，然之后就，I'm sorry，I'm okay， 过咗咁耐啦。开头咧的确好难受嘅，未接受到啊嘛，而家好多啦。咁之后咪决定翻香港重新嚟过咯。借个膊头俾你挨下，唔使喎。咁你借你嗰个俾我挨下。失去你，亦欠骨气，让身。